许娜，许娜，你还有在？许娜，许娜，你还有在补的吗？因为我们是没有看到你的，许娜。有啊，有，我这里有来是因为，哎，我妈咪电脑在，天天在感慨，许娜，在哎，我听不到你就声音慢啊。慢。行，我听不到。听到啊，现在。Hello，听到吗？听到吗？我听不到，还是听不到。我看你我要听用到你的。打的吧，打字吧，我听不到哎，真的。其他人出来讲话一下，为什么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什么问题啊？昨天你去妈咪店帮忙哦，OK，说你要定时去看，哎，回来看复习，知道没有？因为我发现到你很多没有看到你，我的课我没有看到你，像马来文。28号开张哦，OK，怎样？那边的生意 OK 吗？蛮多人啊，OK 了，这样子就很好。OK 啊，So 我们我看一下，差不多人全部进来了，伟汉，OK，还跟 Johnson 还没有进到来。说今天我们会继续看我的这个 Sejarah，我们的1.4这个 part，有印象吗？上个星期我们读到什么？也就是说它的重要性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一个国家那个自主权呐、啊，它的重要性？哎，Form Five 的 Sejarah 真是很难啊！说大家 please 啊，真是要开始慢慢的读，你不要到 SEM 的时候才读啊！真的是你，就是我们讲过的东西，你就要回去复习，多复习啊！OK，这些怀疑字你们没有拿，你们没有写到去呀，或是写上没有关系。我们回去实体班的时候，我 bring 出来给你们，我会 bring 我这一份 note 有怀疑字的给你们，会比较容易去读啦。OK。好，所以我们会看今天我们看这一个 part 最后的一个 part，这一点是关于怎么样去 mempertahankan 我们国家的自主权，而我们将要去捍卫啦 mempertahankan，哎，是捍卫，哎，我们国家的自主权。所以他这么说呢，其实我们身为人民啊，我们讲我们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讲哎呀，我们的权益是有限嘛，哎讲哎呀，自主权的这种问题，我们交给我们的政府去做就好了。No，其实我人民也扮演了很大的重要性，在帮助国家或是帮助政府。去啊，这个为保护我们的自主权的，OK，然后从多页你看哪讲，pemerintah dan rakyatnya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dalam mempertahankan kedaulatan negara，所以他说呢，我们的人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pemerintah 这边，我们是讲政府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去捍卫我们国家的自主权啊，所以说呢。Pemerintah dan rakyat perlu bekerjasama，必须要合作。人民一定要跟政府合作，人民一定要跟国家合作，去 mewujudkan kestabilan politik，来去形成一个我们政治稳定的国家，还有经济繁荣，还有怎样呢？维持这个种族和谐，还有培养这个爱国精神。跟巩固我们国家的防卫，这些呢都是可以导致到我们国家的自主权，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捍卫自主权的方式。给、okay, 跟政府合作，形成怎样？
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我们国家人民团结，所有的人民都爱国，这种有爱国的精神，这样子的话，哇，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 很繁荣的国家，是不是？所以这个自主权很重要。现在有个国家他已经慢慢失去自主权了，就是属于乌克兰，是不是？乌克兰跟这个 Russia 正在打仗嘛，现在嘛。OK， 如果这乌克兰他输的话，他输了这个战争的话，或者是没有人去帮助他的话，怎样，他的国家就会失去了这个自主权。科达拉丹德嘎德，他们现在他们的科达拉丹德嘎德是在德国家受到影响了。受到谁影响 ？Russia。OK， 所以这边呢 ，kerja sama ini penting bagi memastikan kedaulatan dapat dipertahankan demi kemajuan dan kesejahteraan negara. 为了要国家的未来呢，国家的安宁，国家的繁荣，国家的进步。所以你看现在的乌克兰，他正在打仗嘛，对不对？他的kedaulatan受到威胁，所以你觉得他的国家安曼吗？抵达阿曼，他们国家是加德拉吗？抵达是加德拉，给人民逃亡 ，OK， 人民怕有一天被真被子弹炸死怎么办？啊，被兵士杀死怎么办？所以抵达阿曼，抵达是加德拉，然后你觉得他经济活动会还能进行吗？不能进行经济活动，所以他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然后他的政治呢？他政治也是不稳定嘛，因为别的国家要攻打他好吗？可能他输了怎么办？他输了他的政府就这样，他政府就被人家歼灭掉了，所以很严重他的国家的自主权。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会发生在马来西亚，有一天发生在马来西亚。你 try to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国家发生战争，你会怎样？我们国家会怎样？不可能嘛，是不是？不可能，不希望它发生。Alright， so 在这边呢，有几个方式让我们可以做的，来去捍卫我们国家的自主权。OK，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 mewujudkan kestabilan politik， 还有 kestabilan kemakmuran ekonomi。OK， 我们要使到国家的政治要怎样？我们的政治要稳定。给政治稳定，跟和经济繁荣，第一个，营造一个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国家。所以在这里呢 ，pemerintah 还有 rakyat 呢 ，mempunyai matlamat yang sama，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的这个目标，政府还有人民。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去使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就好像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民主，我们人民的民主和政府要跟我们有同样的这个我们讲想法。如果政府不民主的话，我们人民是不是要反我们的政府，对不对？像我们反政府透过投票，所以这样子的话，人民跟政府就没有办法合作了。就像最近我们国家，我们的政治其实很不稳定，你们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政府可以说要变，它就马上变。以前我们可以讲，在这近期这几年前啊，几十年前，我们的国家的政府是很 on politics 啊，政治是很稳定的，因为他不会讲哦，突然间有人跳槽，然后把整个政府换掉，或者是你一跳完，突然间你醒来，我们的首相被换掉了，不可能的事情吧？我们要换首相、换政府，我们都是要通过大选 ，OK？ 因为现在政治不稳定，随时我们讲我不支持你，不支持谁，政府就随时会垮掉，所以这个我们不希望会发生的。政治不稳定，国家就不会繁荣，国家也不会安宁，经济也不会繁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人民跟这个政府呢，或是国家领导人呢，一定要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怎样的？Okay, 然后 pemerintah bertakbir dengan cekap， 所以在这边呢，领导人，这 pemerintah 我们讲的是kerajaan，我们的政府啊，必须要很怎样，很机智的去管理，bertakbir 我们是管理，管理我们的国家。
dan menjalankan pelbagai usaha serta program bagi memajukan ekonomi. So, 政府呢要很机智啊的去管理我们国家，然后推出一些 program 啊，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政策来去带动或者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对，这个是部门领导的工作啦啊。然后人民的方面呢，人民呢，我们就要给予合作啊。给谁合作呢？给这个政府合作，我们跟他们合作了，因为政府他们是负责啊、去啊、推出一些政策的嘛，一些 program 的嘛，所以我们人民就要 support 政府咯，我们要跟从政府的一些 program 来达到这个目标，使到我们国家繁荣。当国家繁荣、政治繁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候，我们的自主权也会受到保护，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性啦。人民合作，政府要管理好。来，这个下面是个废话了，我不读了啊。这个你可以看，不要看，你要看你还可以自己看啊。这边，这是第一个方法，哎，形成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经济，怎么样呢？就是这边到这 B 跟 C 的。啊，来这边，你看，他有在给你讲他的 Peranan， 我们的角色 Peranan Pemerintah。所以 Pemerintah 他的角色就是在要怎样 ，Mendabil dengan cepat， 哎 ，No， 要怎样呢 ？Mengelakkan amaran rasuah， yes， 当然 Pendabiran。No， 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发展吗？为什么国家还是那么的算发展？我们是有发展啊，我们的发展是偏慢的。哎，如果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很好的话啦，哇，我觉得我们比新加坡，我们比很多国家都很厉害了吧。Yes， 就是因为那个问题，贪污、拉刷，哎呦，我跟你讲，拉刷，我们已经是扬名国际了的这个课题。OK，OneNDB 那个 Najib 的案件啊，已经全世界都在懂了。不单单是在马来西亚在审判这个案件，在美国他也在审判这个 OneNDB 的案件，知道没有？关于这些拉刷的课题，所以，你一讲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讲到这个，人家就讲拉刷。OK， 所以我们不要吗？破坏我们的 image 的。所以身为一个好的领导人，我们应该要避免 Raswa。 其实你看啊，我们讲十个官九个贪，哎，一个是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个东西去诱惑？可能他一开始说我要做一个廉官，就是我要做一个不贪污的官员，可是有时哦，他们在那个情况下呢，他们就是我们讲他们被逼的，也有可能他们是被逼，就是无奈之下而被逼去贪污啊，被逼要去收那一笔钱，或者是他们被那一笔钱啊，喂，有时候那个人算一两块几百块嘞，可能是几百千几百万哎几千万的那个钱呢，他放在你面前跟你讲，如果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批准这个 project， 你可以拿到这个200万，给你的话，你会收吗？你们问自己良心，你只要你签一个名字，那两百万就是你的了，进你户口，你会收吗？李吉，你会收这笔钱吗？会不会200万或是200千哦？你要赚多少多久你才可以到这200万200千？你看你对不对？你只要签一个名，你就可以拿到笔钱了。你是好孩子啊！现在你是会这样子想，可是你在那个情况下，你真的是会受到这一笔钱的诱惑，200千呢，200万呢？你要做几久你才可以拿到200万？可能你做一世你拿不了200万。看到吗？所以这个就是人类了，在那个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是你是一个好的官呢，
200万，你当它是2块钱，什么都不要。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么样的一个官，才可以让我们国家繁荣嘛，政治繁荣，政治稳定嘛。哦，就是第一个叫明安拉卡拉说了啊。第三呢 ，memastikan agen sumber kekayaan negara secara adil untuk semua kaum melalui dasar pembangunan ekonomi。我觉得这个国家我们做不到，马来西亚做不到。你有发现有？你觉得公平吗？看懂这个第三句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政府呢，应该要怎样？很公平的去分配国家的财富，或者是国家的啊，不讲算财富啦，哎，根据我们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政策。可是我每一次看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啊发展计划啊 ，OK， 每一次啊，我觉得他的那个财务分配啊，哎，都很不公平，我觉得。OK， 我发现它很不公平。华人、印度人拿到的钱，哎，拿到的那个国家的提供的钱呢、啊，都比较少的，比起那个马来人。所以你觉得阿丢吗？你觉得公平吗？虽然讲 OK， 虽然讲政府，我们的宪法是讲要维护哈的伊斯兰文化，让给他用，对不对？维护他们的权益。然后他们也是majority的民族嘛，在我们国家里面分的钱自然而然是比较多，可是也不可能少到这么多吗？也不可以多到这么离谱啊，跟我们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不阿丢啦哈，以我的角度来看，哎，以我们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你去觉得阿丢啊，这个是看个人的意见，可是我觉得不阿丢啦，可能会可以做到更好一点，更加公平一点。所以这边的话，你觉得你看呢、啊？如果不 argue 的话，人民就会怎样？人民就会不满意，对不对？人民就不会跟你合作啦，人民就会去反啊，人民就一直在反对，然后反对党就在那边吵，对不对？所以国家就不会进步，也不能繁荣。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呢，我们必须要 melaksanakan undang-undang negara menurut perlembagaan yes， 也就是当我们要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根据宪法去执行法律，而不是你讲好像我是首相啊，其实首相的权力很大的，在马来西亚，我是首相，我就想，OK 啦，不要赦免他 ，OK， 我不要让他，好，我知道他是贪污的啊，拿这个example，我现在是首相啊，拿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哦，拿这不是有这些官司在身上 ，OK 啦，拿这没关系，拿这他是我的 good friend，OK，、okay? 他有很有用处的，所以我教我的这个检察官啊，总检察官啊。撤销他所有的控状可以吗？不能，是不是？所以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依据法律，这法律必须要跟从我们的宪法的。所以任何的法律呢，它跟我们的宪法有任何的冲突的话啊，它这个法律就不能生效啊，不能生效就是不合法的法律。所、so, 以他们身为这个领导人呢，当他们在立法的时候啊，他们必须要依据宪法里面的条规去立法。所以在国家里面最大的是谁？宪法。Right? 所以这些都是 Peranan Pemerintah 他们要做的事情，才能使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Okay, 另外一方面呢，身为人民的话、啊、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要 memberi kesetiaan， 我们要对我们的王还有我们的国家忠心咯。Okay, 然后我们必须要 support segala usaha dan dasar kerajaan bagi mewujudkan kestabilan politik。 我觉得这个句子不是很好。OK， 他讲我们应该要支持所有是卡的是所有的国家的政策，政府政策来使到我们政治稳定，你觉得行得通吗？ OK， 你看啊，这个句子为什么我讲我不赞同？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你看，政府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会的国家，哎，我们是一个 democratic 和 parliament 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哎，这个是你听好来啊。然后我们选出来的政府，他就会负责帮我们管理我们的国家，对吗？然后他在管理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他会实行一些政策，就是我们所谓的达萨。诶，这个达萨可能讲我们在经济方面，他会有一些strategy 怎么讲呢？可能一些 project 来去使到经济繁荣，发展我们的经济。然后他就讲，身为马来西亚人民，我们应该要支持所有他的政府的这个达萨，不可能不逻辑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一些政府的打杀它是不好的呢，它使到人民困难的吗？或者是那个打杀是不公平的话，你身为马来西亚人，你会 support 吗？我们不要 support， 我们应该要 提出我们的反对，来让政府听到说我们人民反对你这个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不好的。Okay， 对我们的人民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政府才要去检讨修改他们的政策。所以我们讲他这个人讲闷有公司嘎乐，我就觉得不对啦，应该是我们要闷有公一些乌沙哈啦，或是打萨克拉加样巴耶啦，把你们无助感的 stabilize politics，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句子吧。Okay， 因为我们不是要真的是不是讲我们是做反对啦啊，有时真的是政府那些政策是行不通的，没有脑的，完他们想的东西，哎，有时啊，我们讲他们头脑装大片的，就是他们那些政策很搞笑的，不行不通的政策，为什么我们要 support， 对不对？啊，我也不明白啊，所以我们人民我们要反对吗？因为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这个权利去反对啊，我们是民主的国家。OK， 第三呢，身为人民呢，我们要怎么不跟着什么人啊什么搞文化，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种族和谐在我们的国家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的。OK，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所有我们才可以享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国家嘛。种族和谐，如果没有种族和谐，种族暴动的话，就会形成什么？就像武夷山事件啊，在1969年的时候，啊，武夷山事件的时候，你觉得国家怎样？国家的政策、国家的经济、国家的政那个politics啊，都没有办法，都是衰退的。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怎么呢？我们要马马都希稳当稳当的家人，所以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啦。哎，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去维护国家的自主权。我嘞 ，OK。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要维护或是维持种族和谐。各位讲，这个很重要了哈，种族和谐，因为本地无多蒙人高干可聊的单吗？Beberapa langkah untuk memupuk semangat bersatu dalam kalangan rakyat， 就这个就是这边，这个是什么？这个曾经这个苏丹佩拉讲过的一句话啦，讲 kedaulatan negara bergantung kepada warga yang bersatu， 对不对？你可以试想一下，你如果你自己国家不团，人民不团结的话，我们的自主权就很容易被人家攻破吗？你像乌克兰，我们讲的乌克兰，如果乌克兰人民不团结，他帮外面的国家，他帮外面的人来攻打我们自己怎么办？是不是？就好像乌克兰，他有一个亲俄罗斯的那个地方啊，他亲俄罗斯，他可是他说乌克兰，可是他亲俄罗斯，说他帮俄罗斯去攻打自己国家了。所以你觉得他们不杀度吗？人民抵达不杀度，所以他们的可达尔丹德卡拉才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里要使到国家的自主权为保护，那自主权最主要是我们先人民要团结，哎，要不杀度吧度。所以怎么样做呢？身为伯伯林达，你看他有分伯伯林达跟莱亚要怎么样做啊？如果在这个蒙个高干伯伯林达那方面哈。说，身为这个伯伯林达，你要做什么？第一个，
mengubah dasar dan undang-undang berkaitan dengan perpaduan kaum dan integrasi. Integrasi 叫融洽啊，如果你不懂的话，我写在哪里？我写在这里吧，然后看不到。融洽，integrasi 啊，这个字，integrasi。所以，我们政府呢就不应该就要推出一些政策啦，或者是法律啦，来去维持或者是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还有这个我讲 national 整个国家州与州的这个融洽。OK， 你懂现在很多像Para 跟槟城在吵架，你们知道没有 ？Para 州啊跟槟城在吵架，所以他们的 integrasi 他们的这个融洽度啊受到影响。为什么吵架 ？Para不是 Para 啦，科大跟槟城吵架，因为科大要跟槟城收钱，怎么钱？因为他讲他的水啊，槟城的水是 Para 给他的，那个荷兰是给他的，所以他要跟他收钱。这个课题有听过吗？然后槟城就讲 ，No， 这个水明明是我们这边的河水还是什么水？为什么要给你收钱？为什么你要跟我收钱？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政府，因为槟城是那个反对党的嘛。科大是执政党的嘛，所以好像就在死对头咯，现在，所以州与州之间他已经不和解了，哎，团结了，现在，这两个州啦啊，所以很重要了，我们政府就要想一些办法，哎，怎么样使到整个人民，有什么政策啦，或者是什么法律可以维护这个合法度的，如果有发现到人家破坏种族和谐，或者是在 internet。或者是 social media 里面散播一些种族课题的话啊，你可能就会被控告，被法律控告，破坏安宁，国家安宁的这个罪名，跟散播消息，就是假消息、坏消息在媒体上，你会被控告两个罪名，知道没有？你不要在 internet 乱乱散播这种种族课题啊！如果人举报你、报警的话，你会被这两个罪名去调查。第一，你散播消息、假消息啊，然后第二个罪名就是你破坏了社会的安宁，因为你制造这个课题，让人家担心、人家害怕嘛。这两个罪名下你会被控告，两个罪名罚两个不同的法那个惩罚，你知道没有吗？在法律上，你不要以为哦，我因为犯个同样的一个错误，只罚一个就好，没有，两个加起来一起罚，可能一个罚一年，一个罚两年，所以总共要做三年。那这样子的方式 ，right？ 然后 memastikan 的话，确保 keberkesanan pelaksanaan keberkesanan 就是有效的、有效率的这个实行政策 pelaksanaan dasar berkaitan dengan bahasa pendidikan dan budaya oleh kementerian serta agensi. 为什么只单单 bahasa pendidikan dan budaya? 罢了没？为什么？因为透过语言、教育还有文化，是让人民促进团结的其中一个方法。透过语言，像马来文，我们要 memperkasakan bahasa Melayu。我们要加强马来文的地位，因为马来文是我们种族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嘛。马来人像马来人有自己的语言，马来文讲马来文嘛，华人讲华语，印度人讲印度语，不然不可能我们跟印度人讲印度语嘛，当面嘛，我不明白。然后华人我们跟马来人讲华语，他们也不明白，所以怎么办？这样子的话，种族的这个沟通了解就受到阻碍，对不对？所以要透过语言把马来语成为了我们促进团结的一个桥梁。我们用马来文来沟通，透过马来文我们可以更了解对方。然后教育呢也是一样，我们透过教育，现在我们读什么呀？读摩热，我们透过教育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学生们团结的重要性。跟透过文化呢，科布达亚案就是我们推出一些文化，我们推出一些文化活动，我们推一些庆典，让大家一起庆祝，在当儿了解对方的文化，然后形成互相理解、互相了解，而促进种族的团结。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咯，好，在这边还有一个他没有写到，就是透过树干也是透过运动，运动呢，它可以像从多年我们可以举办这个全国的运动会，叫苏妈，你听过没有？苏妈，它可以使到这个 Integrasi National， OK， 它可以使到州与州之间的融洽性，因为苏妈是全州跟州对抗嘛的一个比赛来的运动会比赛。OK， 所、so、以在这里呢，政府也必须要 merangkak 一些 program 啦，还有一些 campaign 啦，ke arah membubuh perpaduan kaum dan integrasi nasional， 然后 memperuntukkan 是分配啊。OK， 分配呢 perbelanjaan yang mencukupi untuk program， 就是他要分配一些我们讲预算啊。更多的预算分配，更多的那个预算呢，给这些 program 吗？哎，因为我要进行这个 program 的时候需要钱啊。可是政府给的这些钱这么少不了，我要讲去进行这 program 啊。所以我们在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呢，我们分更多安排更多的钱在这方面，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这个格门提安和帕端高嘛。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部门啊，政府部门是关于文化与团结部门啊，去进行一些 program 来促进人民的团结。OK， 这是 Berana Pemerintah。身为人民呢，人民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用马斯的芒沙安啊，就是要多用马文啊，还有 ideology 如果那个的，然后我们要实行，我们要跟从这个我们国家。哎，如果你搞的叫什么啊？国家什么？我突然想不到。国家的法则是不是？哎，不是，如果你搞的华语叫什么？华语国家原则，也谢谢大家。国家原则 ，OK， 国家那个五个如果你搞的，我们要明白它，然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去跟从它。哎，总动员第一个还叫我们什么？孟侯马蒂，哎什么啊？是卢布尼亚的，是我们的卢布尼亚的，我都不会看，擦掉。哎，我看一下，你不要讲啊，我真是忘记哎，卢布尼亚的，不好意思啊，我真的忘记了哎。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你们也不懂哈，菜鸟真的不懂。卢库尼卡热，给我找到了。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yes， 我就想不到第一个要对天嘛，我的 ，yes，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dan kesopanan， 少了一个， keluhuran perbagaan， kedaulatan undang-undang。kepercayaan dan kesusilaan 啊，这五个国家原则，所以我们要了解它，然后我们运用这个 ideology 这个思想，它要我们成为这个，我们要尊什么啊？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王国家，然后遵守法律。Okay. No, memahami dan menghormati agama dan budaya berbagai kaum. Okay, 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尊重人家的文化，人家的宗教。然后mengamal semangat perkongsian atau bertoleransi dan saling menghormati. Yes, 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大家要用sharing 的这个 spirit 啊，toleransi 大家要容忍啊，礼让啊，你跟互相尊重。然后melibatkan diri dalam program kemasyarakatan bagi memupuk kerjasama kaum. 都一些社会活动啊 ，program kemasyarakatan， 像gotong royong 啊 ，sukan 啊，然后一些什么 hari keluarga 啦，这都是可以促进种族的这个活动来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多加参与的，而不是讲哎呀，这活动闲啊，去那做什么，浪费时间，在家里不好好看戏。
不要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去尝试。我发现到一个东西，你没有注意到吗？很多些政府所举办的活动哦，你看到了，你如果你去啊，有机会你去，你看到大多数都是什么人，什么种族去的？马来人是不是？你发现到 ？No， 你很少会看到有印度人、马来人，不讲完全没有，有，可是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我们华人也是应该要检讨一下。哎，我们应该要多参与政府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啦。OK， 你不要是华人，我是觉得华人我们只会用嘴巴讲，就是啊，在那边 complain， 可是我们自己没做东西。OK， 我们应该要以身作则嘛，我们要去参与这些 program， 哎，我们加油干这些 program， 促进这个 Part One。All right， 还是发哈吗？什么？OK， 然后还有几个，第三，还有第四，还有两个。Before 我讲这两个，我们先看一看这边的练习先。OK， 我不要是讲，是讲，让大家去找一下。我做第几题啊 ？OK， 来，我们先做一下。21、22。23就多了点。OK， 21到25 objective， 现在做。21到25题啊 objective， 把 scan 读读呀。哎，今天是3月2号哦，还没考试呢，今天马上来有个考试读，考试读了。好吗 ？OK， 来啊！我这边剩下一分钟，我们等下剩43、44、45。OK， 我们休息一个差不多7分钟的时间啊，听好来啊，5:50啊，雪浪啊，不要忘记进来啊，5:50，我们重新的倒回来啊。还没有做完的同学，你们可以去做21到25，其他的那个。练习也是可以继续做的，然后我们等下再讨论呢。OK， 我还有剩下两个还没讲完。All
Alright, 西班牙做五点五十分 ，Jumbo 南地。